不行，哎，出去了。三秒，就看你，我得用掉的。三秒，哦，你这么想要搞？好，就这么秒。染有吸毒恶性，在今年四月底因毒品案件，经台南地检署发布通缉在逃，且在本分局侦查队侦办毒品案件中，获知其除随身吸毒逃往外，还时向有人炫耀有枪弹随身，也在专案小组积极访查中锁定其交往友人及使用工具，在十一日夜间八时锁定其投宿中西区中华西路某汽车旅馆内，随即展开缉捕行动。除趁开门之际强力公路压制逮捕李贤外，并查获随行之黄姓女友人，也在今年三月及四月因毒品及诈欺案分别为台南地检署及新北地检署发布通缉在逃。原警在李男的随身包包内起获N式步枪，俗称黑蜘蛛，手枪各一支，弹夹三个，子弹八发及阿非他命毒品五包，12.9公克。三剂毒品1.71公克等物品，全案调查后将李贤一违反《枪炮弹药当事人管辖条例》及《毒品违法之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并防女通缉部分解送归案，后续也将扩大追查枪弹及毒品来源。